当您拿到全新的 Spark 时，需要对飞行器和电池进行激活。为了运输和储存安全，电池在出厂时被设置成储存模式。将电池安装到飞行器，然后使用 USB 线充电，即完成电池激活。Spark 支持扫码激活，确保移动设备的网络连接畅通。打开 DJI Go 4 App， 在左上角选择 Spark，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更多按钮，选择扫一扫。可使用移动设备扫描包装盒内胆上的二维码，或飞行器电池舱内的飞行器 SN 二维码， App 会弹出激活页面，输入 DJI 账号，点击激活，激活成功后连接和设置飞行器。当您购买了飞行器与遥控器，开启飞行器与遥控器，确保与飞行器已对频，通过 WiFi 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。连接后打开 DJI Go 4 App， 为飞行器命名，接下来设置参数单位及视频制式，默认开启新手模式以保证飞行安全，然后设置遥感模式，默认遥感模式为美国手，确认 DJI 账号，点击激活。设置完成后激活成功。如果是首次使用，建议进入模拟器完成新手引导。感谢您的收看。